七月嗰陣時就經歷到翻到嚟個我父母唔係好舒服，將我翻咗馬拉。咁因為我媽咪心臟亦都唔好，所以我都好擔心佢為咗照顧我爹哋會好 stressful。所以我就 stay on 咗大概有三四個月啦。咁俾呢段過程俾我 actually 感受到，即係如果神個鋪路咧，真係好順好順。即係如果佢愛你行嗰條路，佢真係會 make way for you。So 係開始係我爹哋唔舒服，我未見過我爹哋係病得咁重。咁之後翻到嚟，好彩嗰度咧，我哋亦都去過嗰個浸信會，嗰、那個牧師亦都好好，都亦都幫我爹哋嚟祈禱啊！而且俾我爹哋今次經歷到，佢喺身邊嘅人全部都係基督徒，而包括佢個醫生，佢全部嗰啲醫生都係基督徒。And then佢亦都感覺到基督徒醫生真係好有良心，即係compare to其他嗰啲專科醫生。是看到身边的人关心他的人全部都是基督徒，所以他都感谢神，那个牧师也都帮他决志了，我都很感恩。所以当我回到他的时候去照顾他，即是第一次听我爹地跟我说多谢，哇，我好，我直接说啊，因為我爹哋係一個好大男人嘅人，同佢講要開始開聲講多謝係唔容易。咁亦都睇到我自己就冇咩睇到一點，不過我嘅 neighbor 同我講，原來因為佢哋真係好虔誠嘅基督徒，佢講我哋睇得出係因為你等我俾佢哋睇到基督嘅愛。咁我都唔係嘅，我都覺得自己做緊自己本分。不過我覺得身邊嘅人同埋嗰個都俾嗰個關懷感動到佢。咁之後冇幾耐又輪到我媽咪病，當我要翻嚟嗰時候，九月尾，佢又冇四日前，佢又開始嚟發作，佢嘅心臟唔得啦。咁我又再 extend 我嘅 stay for another 5 weeks。咁我个妈咪好有决心啊，系直接同我讲，你可唔可以叫我要决志啊？因为我已经问佢好多次，牧师都知道啊，我要等我爹哋去决志，佢先可以决志。咁佢开口同我讲，我要决志啊，你叫牧师嚟帮我决志得唔得？嗰时因为佢好唔舒服，佢星期日佢去唔到教会，佢好想去，但系去唔到。佢講咁崇拜完之後，個牧師好好過嚟屋企幫佢決志。決志冇幾耐，我都唔敢要求佢哋即刻洗禮啦，係咪？唔敢 push 咁多。咁我個 neighbor 一時咁同我傾，點解佢哋唔洗禮啊？你喺度洗埋禮啦。咁講，我唔冇咩敢問佢。咁我又唔知點解，我又一日咁問我媽咪。然後我話媽，我問我爹哋先嘅，因為我媽咪睇我爹哋行頭噶嘛，所以我爹哋就話啊唔得，唔愛住，因為佢嗰啲屋企嗰啲偶像嘅嘢，阿公佢未放得低。咁我媽咪講：你唔使我洗，哇！我即刻眼都好突咗，嚇、啊！你唔使我洗，所以佢就哇，好有決心，好感謝神喺佢嘅心入邊嘅動工。咁而且唔係一點，喺呢三個月，我係好感恩，即係神開路俾我，好順。即係嗰個公司，我個 manager 都好好，俾我個機會喺屋企做工。因為我根本如果唔係咧，我根本唔可以攞三個月嘅假期。即係會可能都可以嘅，但都係食曬我個 long service 嗰啲咯。但係佢好明白事理，亦都明白到一時我會帶我
帶佢哋去覆診啊，要因為覆診嘅醫生要等好耐噶，你 know， 所以佢亦都係冇限 ，no restriction， 你我做你就做啦 ，you know， 你唔使你即係同我攤聲就得噶啦，你我帶你睇醫生啊咩，照顧佢哋喺屋企啊，即係工作嘅安排，嗰、那個飛機嘅安排，即係如果我改機票，亦都係俾好少錢啫，我都好奇怪，因為咁短嘅時間，有一層機同我講，你改機票啊，你要俾成2000多蚊啊，我話嚇。咁我老公话不如你翻嚟先再翻过去都平啲啦，系嘛？咁之后我话你可唔可以再帮一帮我？佢话得，你用啦嘛。OK， 你呢个要 stay one night， 但系你俾200蚊啫。哇！即系成个个过程令我觉得第一次我 jaw drop， 即系话如果个人嗰、那个神要你做嘅嘢。佢真係會係好順利，工作嗰方面，而且我好擔心我丈夫度嘅問題，我驚我走咗咁耐，佢唔得，佢突然間復發係點樣咧？因為佢亦都我同醫生佢哋視像啦，復診，佢其中一個 scan 係講佢 relapse 嘅喎，咁我就話死啦嚇、啊！我最驚聽咗聽呢個字，咁、那個醫生我話嗰個專科講我我不認同他這個原則，我覺得他不是原則。好彩，即是他健康的方面 OK， 支持到我回來了，他沒問題，沒什麼大的，即是讓我很安心在這段時間去照顧他們，而且跟他們分享福音啊，跟他們去教會啊，you know， so， 同埋結識到嗰度嘅 local 嘅弟兄姊妹，好幫得手嚟我屋企做鐘點。你哋政府嗰度嗰啲老細都係。都使你講，你做埋手術啦，唔使我。咩話？唔係你唔使你去間度，阿 friend 我先自己講嘢啫，因為我瞄咗你嘅好事。你繼續講啊！你同埋你可以講埋你同你細佬嘅關係啊嘛，係咪？啊！我同我細佬嘅關係咧。其實已經係咩啊？好僵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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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七年啦，七年冇講嘅話，七年冇通過信，而係生佢嗰個第二個女，亦都冇通知我，冇請我，冇。不過咁之後咧，因為我爹哋今次好病得好重。都去喺新加坡翻嚟，咁之後咧，我覺得哎呀，好艱難嘅喎，喺從一個屋喺，見到好尷尬，又見到我知道佢又好硬頸嘅人，見到就不過我又唔知點解咧，我個心入邊咧冇咩點窿，即係有咁嘅思想，但係冇壓力喎，即係。我覺得我 OK 啦，你翻到嚟 OK 啦，我都好開心見到佢。所以佢翻到嚟，咁話同佢哋一齊食飯喎。咁我心諗，哦，佢肯同我同一台食飯喎。心諗，哦 OK。咁我嗌佢同佢傾偈，佢都有睬我。我就話，哦，即係開始軟化。咁我覺得哇，咁其實因為我已經祈禱咗好耐啦，呢段關係。咁之後咧，再去機場嗰段時間，亦都同佢傾，同佢傾過講，亦都同佢道歉啦。即係邊個啱唔啱都好，都係道歉啦。可能我自己都係好火爆嘅人，咁佢都講，我真係講我好希望再同你再聯絡，然後再 continue to 聯絡，繼續咁聯絡。我希望你原諒我過去嘅過犯。咁佢講佢即刻得 ，OK， 過去就由佢過去啦。我聽佢咁樣回應咧，我都冇諗到佢會咁樣。我諗住都係冇噶啦。不過真係祈禱咗好耐，我就成日覺得神好似冇聽我講，已經係七年啦，好耐。我最後一次以前。
佢个仔一岁，依家佢个仔成九岁，咁耐时间好耐，所以依家就重整我哋嘅关系翻，即系呢一段时间，即系神铺路咧，即系佢要俾你行嗰条路咧，真系唔会有阻滞，好感恩咯，系咯，嗯。嗯，系咯，分享结束咯，系咪咁样讲噶？系啊，好感人啊！你讲得好重新发，睇到你，我未好识讲话个人啊，唔好意思啊。好好啊，即系睇到，睇到上帝喺佢屋企嘅工作啊，唔单止系阿 Pat 屋企啊，即系唔单止系阿爸阿妈啊。即系我记得我哋啱啱阿 Pat 过嚟，我哋广东话堂帮佢翻开英文堂噶嘛，嗰阵时。佢就係為佢同佢細佬關係咧都好惆悵嘅，啊，當然諗翻你而家就八年前啦，啊，咁所以啊神聽禱告啊，不過咧要我哋好耐心去等待嚇，等咗好耐心，係啊，尤其是我差唔多每一次我見到阿 Pat 阿 Pat 都叫我幫佢為佢屋企人祈禱啦，爸爹哋媽咪祈禱。咁都好奇妙啦，即係佢爹哋咧，其實一路係我哋喺疫情期間咧，喺網上邊聚會嘅時候咧，佢都成日都出席嘅。我哋有啲咩慢咗啊，或者咩佢都知道嘅，會話俾我哋聽嘅。係啊，咁所以咧就我都聽到佢話，即係決志咧，我都好感恩，因為都等咗好耐嘅，我哋都為咗呢樣嘢祈咗好耐嘅。咁所以真係好奇妙，上帝帶領啦，同埋我睇到佢阿爸咧嗰陣時個身體咧真係好差嘅，佢影啲相翻嚟嚇死我嘅，瘦到好似排骨咁樣嘅。但係亦都好奇妙啦，上帝醫治咗佢爹哋嗬，等佢哋咧跟住又到佢媽咪啦，跟住阿 Pat 又可以留喺馬來西亞一路照顧佢哋啦，照顧佢哋兩個身體好翻先至翻翻嚟。真的很奇妙，在上帝在阿 Pat 身上有奇妙的恩典，我们要歌颂上帝，他很爱我们每一位的，我们很多时候需要忍耐，好像神没听我们祷告一样，但是神其实听了的。